欢迎来到第二回合，也是要1分30秒，但是我们的整个外，这个智慧新币来到20万，哇，加油喽！决定胜负就在这里。刘杰忠目前还没有开张啊，我对你有抱持着相当相当悲观的看法。我对你，你要就要爱，我不管怎样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乐观不起来。老板，你要加油。好，来准备，请助理。2024环法自由车赛首次将前三个赛段移师到瑞士还是意大利举行，请抢答。谁知道啊，龙龙？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是瑞士。瑞士，请揭晓。好，你知道环法自行车赛呢？现在呢，前三个赛段呢将会移师到意大利来举行。那这不论对意大利或自行车界来讲呢，都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时刻哦。参赛者呢，他们会从佛罗伦斯启程，然后向东呢前往这个亚德里亚海岸的里米尼，接着呢沿着亚平宁山脉向北穿过了艾米利亚跟罗马涅区，然后最后在杜林完成三段的赛程。好，来再出下一题。若去巴黎罗浮宫，想要避开人潮，应该要选择周一还是周三的晚场呢？请抢答。李嘉玲，我知道，周三。为什么周三？因为他只有周三跟周五的时候是有开到晚上，但是周五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免费的，可以让学生进，就是好像26岁以下的可以免费进去，所以那时候人会比较多。请揭晓。非常好，哎，这个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。好，罗浮宫呢是这个世界上呢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哦。那基本上呢，它的面积超过了6万平方公尺，因此呢，就算呢你有这个通行票，有6天的票，你也很难把它逛完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到了罗浮宫啊，一定要分秒必争。那当然呢，可以有一些策略性哦，比如说呢，你可以选它的游客最少的时候，像是呢周三的上午，或者是呢周三跟周五的晚场，这个时候呢来前来罗浮宫来这边游历一下哦。那基本上呢，它最快的入口啊，是从罗浮宫的地下商场进去。那你可以呢，是从这个里沃利街的入口进去，或者从地铁站呢，顺着指标进到这个连通口。那它都会比平面金字塔前面排队的人还要少一半哦。那嘉玲姐，首开纪录来。我刚是七楼之四拿大奖，对不对？再一次七楼之四。有没有这么迷信的女人？你刚七楼之四，这不就七楼之四？开箱。好笑，6600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啊！来，请这里。搭长途飞机晕机的时候，建议不要喝姜汁汽水，还是柳橙汁？请抢答。蓉蓉，姜汁汽水，就不要喝，因为它有气，你可能会更不舒服。对啊，不如果说晕机的话，就是不要喝柳橙汁的话，那空服员应该就不会 serve 那个柳橙汁哦。对啊，有油气大概就不舒服啊。对啊，被定了，对不对？就基本的尝试，结果 common sense 有什么好处的？这样爬，请揭晓。你看，你看。好，因为柳橙汁它的酸度比较高嘛，所以呢，一旦呢，当我们在这个乘坐飞机的时候呢，就会容易造成胃有一种灼热啊，或者是胃食道逆流这样的一个风险，所以尽量可以避免喝这些比较有酸性的饮料哦。反而是如果你有晕机的困扰的时候呢，可以稍微喝一点点的姜汁汽水，它有缓解的功效。你没答对嘛？哦，来，蔡主秘，蔡主，下一题。想看欧洲知名河流多瑙河，应该要去乌克兰还是西班牙方能见到？请抢答。Power。乌克兰，因为我们在播国际新闻的时候有提到去啊，有提到乌克兰的多瑙河。你在播新闻知道好多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是Power不出门能知天下事。日更节目礼拜一到五的早上都要播嘛。那多瑙河我们有播报到和乌克兰的这个段落。乌克兰吗？请揭晓。第一长河呢，其实啊就是俄罗斯的沃瓦河，第二长河呢就是多瑙河。多瑙河哦，它呢起源自德国的黑森林，而且奔流了2860公里，最后注入黑海。在当中呢，它其实啊会途经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，包含了10个国家，有德国、奥地利，还有呢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克罗埃西亚、塞尔维亚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跟摩尔多瓦和乌克兰，从富裕的国家到贫穷的国家都是包含在当中的。Power。请选择，那选一个边间好了，8楼之6，开枪。边间，哇，邻居帮帮忙，不是没有
到账单了吗？住户通知。哦，请问要收金还是收银？啊，银，金斧头银。社区举办欧美甜点大赏，管委会大方请客，请大家吃可丽露。哦。若能补充可丽露是来自哪里的？真的可以吃？谢谢。有吃过可丽露的举手。啊。好，有谁可以补充说明可丽露来自哪里？可丽露是……哎呀，不，不行不行，我知道的都举手，不用抢答，知道的都举手。哦，猜，大家一起说，好吧？预备，去，法国，法国的哪里？里昂 ？No， 凡尔赛，红酒的产区，波尔多。哎呦，在南边哦，很会嘛你们，红酒嘛，哎呦，波尔多，要不然就是勃艮第。不讲勃艮第，讲波尔多，你看多会。答案就是波尔多。Yes。好了，你们四个吧，对吧？知道的，没有刘杰忠嘛，是吧？也没有是我。法国的这四位答对的，各加五千元。谢谢诸位。还有1分01秒，继续往下。请出题。到欧洲旅游，建议包包要单肩侧背，还是要背在前面，并且手放在包包上，比较易避免小偷盯上你。请抢答。刘杰忠发达了。这个，我有点不想想太多，所以应该是背在前面吧。我们常看到这个动作了。虽然不建议，可是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。我靠，对不对？请揭晓。天哪！一看就知道是游客。没错，当你呢把包包呢护在你的身前呢，很明显你就是观光客，而且感觉你里面一定有很多贵重的东西，否则你为什么要那么的在意？所以因此哦，其实呢，当地人他们会用一种比较随性的方式，单肩侧背，然后呢手又放在包包上面，看起来呢很洒脱，而且有一种时尚感，但同时你又可以保护了一下你的包包，同时呢也可以推荐大家可以用那种八字扣环呐，把你的这个拉链啊跟下方的扣环的别在一起，也可以让它多一重的保障。我觉得一个重点是，我以前学到的是搭地铁的时候可以背到前面，因为人潮拥挤，这个时候你才顾得到你的包包。因为一阵混乱之中，我曾经在意大利搭个公车，我的护照就从口袋消失了。因为人太多的时候，你感觉不到扒手在哪里。可是平常走在大街上或广场上，你背在前面看起来就很观光客，所以这个时候反而要融入当地，很轻便、时尚一点。请教啊，来再出下一题。今年预计进驻加州迪士尼的中餐厅是鼎泰丰还是熊猫快餐？请抢答。艾瑞克，熊猫快餐。又一阵寂寞，我想说怎么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熊猫快餐，因为我觉得鼎泰丰在加州已经有了，然后因为我最近有刚好看了一些迪士尼的报道，他并没有提到鼎泰丰这件事情。因为如果再来讲，他要引进鼎泰丰的话，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。比如说，包括鼎泰丰也可能会讲，然后在加州旅游局迪士尼这个活动上面都会听到，但是我完全没有听到。然后因为熊猫快餐，我觉得是比较符合北美的人对于中餐厅的一个既定印象，他们对于熊猫快餐就是他们就哇，就是中华料理的代表，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吸引他们，反而不可能鼎泰丰对他们来讲那是什么？熊猫快餐有道理，请揭晓。你刚才公干呢？这很合理呀。好，鼎泰丰呢，除了呢这个在台湾啊，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非常享誉国际的餐厅哦。在2000年的时候呢，它也在美国开了第一间分店，并且呢也在当地是大排长荣。在2024年呢，也在迪士尼可以吃到鼎泰丰喽。可惜了，还有45秒，我们这边。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只开了两个箱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只开了两个箱而已啊，来再出，谢礼。波兰华沙的美人鱼雕像，其特色为举剑迟钝，还是坐落在礁石上？请抢答。哎呀，波兰女婿又没抢到啊！你到底是不是坏掉了？坏掉是我，是刘杰忠，是你。好好打，来。
坐落在礁石上。怎么可以跟小美人鱼一样？美人鱼雕像是坐落在礁石上，所以确定吗？你这是你要猜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要猜这个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猜举剑持盾好了。那我都选了两个，不能改，不能改。好了，坐落在礁石上，请揭晓。波兰早期是不是一个共产国家？是啊，是啊。对嘛，举剑持盾合理多了嘛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农工阶层那些共产国家都是这样表现的。那美人鱼，美人鱼也要为国家奋斗啊，要为自由奋战啊。好的，那请假啊。我还有一题吗？还有一题，我再试一个。不止啊，30秒还是30秒？好，波兰华沙的这个美人鱼雕像哦，它其实比丹麦哥本哈根的美人鱼雕像早了57年哦，在185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铸造完成了。那相传呢，在华沙这边的美人鱼，他们的歌声非常的好听，所以呢就有不孝的商人呢把美人鱼给抓起来，然后呢希望可以用他的歌声来售，是来这个贩卖，然后呢能够赚钱。结果呢美人鱼他就不唱歌了，他一直哭。后来呢出现了一个大英雄把他救了出来。那这一个美人鱼呢，他为了要报答英雄，所以他就答应呢要一起来守护这座城市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华沙的美人鱼雕像呢，他是举剑持盾英气勃勃的那个样子。大家觉得丹麦的美人鱼跟华沙的美人鱼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剑咯。不对，一个是海水鱼，一个是咸水，一个是淡水鱼，一个是海水。哦，内陆，因为这个是华沙的最长的河流。内陆国，内陆。哦，一个淡水鱼，一个咸水鱼。哦，好好笑哦。一个是河鱼，一个是海河里游的，跟海里游的。请出下一题。在英国旅游，若要买隐形眼镜，必须要出示验光单还是处方签才能够购买？请抢答案。Power， 我认为应该是 prescription 吧，应该是处方签，因为英国我知道他们有 NHS， 就是一个 National Health Service， 就是一个类似健保局的概念，那就会给大家服务跟福利嘛。必须要处方签才能买，所以应该是医药保障，所以应该是处方签。照理说，对不对？比较简单呐、啊，验光像是一般去眼镜行就可以验光啊，可是处方签代表医疗。处方签，请揭晓。维刚的公告。还要提醒大家，到英国呢，其实如果你要买隐形眼镜或眼镜哦，那必须要经由专业的验光师帮你验光，而这个部分呢是需要自费的。所以因此呢，除非是有领 NHS 的这个救助金、补助金，比如说像是全职学生啊、失业救助金的人，才能够是免费。所以提醒大家，其实到英国要买这个隐形眼镜或眼镜还是有点微麻烦，因此呢最好是自费，否则到了当地呢一次最多也只能在同一个度数买60副。来，再出下题。大小朋友喜爱的迪士尼乐园没有在巴黎还是伦敦设点？请抢答。李嘉玲，可恶，好快的手，快掉了。来说啊，伦敦，伦敦呐、啊，为什么？他巴黎有迪士尼啊。嗯，伦敦，请揭晓。如果喜欢去迪士尼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哦，其实呢第一座的迪士尼呢就是在美国的加州洛杉矶，而且开幕到现在呢已经有60几年了。那后来呢陆陆续续啊，在佛罗里达、法国巴黎啊、日本东京、香港跟上海也都有自己的迪士尼。那伦敦呢这边呢，它有的哦则是英国版的迪士尼乐园，它呢是伦敦度假村，预计要在2025年的时候开幕。那里头呢其实有蛮多有趣的电影哦，都有把它融合在里头，包含了权力游戏、还有职业特工队、教父、偷天换日、不可能的任务，这些影视作品在里面都可以感受到。请选择。七楼之三。七楼之三，等一下。哇！哇！太厉害了！来，请出题。美国亚特兰大机场和英国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合者为2023年客运量最大的国家，请抢答。Power， 亚特兰大的机场，因为我们国际新闻有报道，因为最近很多航空业复苏的新闻，所以就很多的一到五都要看。Power 不出门能知天下事，欢迎大家收看全球串联环境。对，因为我们最近有非常多旅游业复苏的报告，还有像是一些国际航空组织的报告，那就提到亚特兰大机场的吞吐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虽然 Heathrow 也是欧洲很大的一个重要机场，可是美国的
打击量比客运量更大。美国亚特兰大机场，请揭晓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刚刚我们的另外一个选项呢，英国的希斯罗机场哦，它其实只有排名在第四，那第一名呢就是亚特兰大机场。你知道光是去年它的客运量哦，达到了1亿多人次哦，相当的可观。那再来第二名呢，则是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。来，浩尔，请选择。好，我来当嘉玲的邻居，副邻居，7楼之2。你觉得2万可排名还会是大的吗？就一起当有钱人。一起当有钱人，这个想法好特别哦。开箱。其实2万算大的，嗯，对啊，2万旁边也是大的，需要少哎。哦，很比较几率在一半以下的几率。哦，所以你们现在数应该很难说。可最好笑的是，因为你们现在最高的第二名也才18000。所以他被刘建栋如果按到的话，他弄到2万多，然后他变第二名，你会气死我！你们会气炸掉！被我超越很生气，是不是？人人有机会。对啊，刘建栋按了一个晚上1毛都没有啊，然后一提就赢了，你们就好笑了。来，请出下题。英国麦当劳快乐儿童餐的餐盒移除了招牌的微笑，主要是要鼓励小孩可以发挥创意 DIY， 还是要小孩面对自己真实的情绪？请抢答。哎呦 ，Darren。面对真实情绪，面对真实的情绪，请揭晓。哇，这个真实的说法是什么？来告诉我，蛮有意思。好，其实呢，麦当劳他们现在跟这个英国的儿童慈善机构做了一个合作。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快乐儿童餐上面呢都会有一个招牌大大的笑脸，但他现在把这个笑脸给移除掉了。他就是要告诉小朋友呢，其实你就算是小孩，你也可以有自己真实的情绪，你要学习各种的情绪，而不是永远都只有开心而已。蛮好 ，Darren， 来加油。五楼之五，准备开箱。睡了，哦，懂。李嘉玲和达人力，恭喜进入的冠军争夺赛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全新攻略，快点来订阅！